每一天清晨醒来，我都带着梦去开始新的一天，用微笑面对生活，去对待每一个人。你是怎么做事的啊？听不见你还看不见吗？好好好，你给公司带来多大损失啊？你真是个废物啊你！你卷铺盖走人啊！滚！嗯，这个是导演为样板房宣传拍摄的挑选的新人，希望能有合适的。这个不错，到时候客户会亲自过来，可是个难缠的主啊。各部门准备好了吗？风扇 ，on action。看看看看看，节奏，给我点节奏好吗？再来一遍。这不是光长得漂亮能够干的。导演不急，我去开导开导他啊。小金啊，我很看好你的，我们不急啊，慢慢来啊。导演再来。小青，你干嘛呢？瞎耽误事，谁找来的？导演，你消消气啊。努力真的会有结果？为什么命运这样对我？
就连我自己也开始相信，这个世界没有我的舞台。请问你有零钱吗？我这零钱找不开。哦，有零钱吗？请问你有没有零钱啊？我来。再一次看到这个女孩，有一种特别的感觉，微笑背后经历过很多，但还是积极地去面对生活。这一刻的心动开始了我们的故事。还给你。你会手语？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？住这里吗？住这儿不好吗？挺好。我喜欢你的微笑，很漂亮。我只希望自己能和正常人一样，得到平等和尊重，没有歧视。我知道自己要什么，所以努力去奋斗，坚持不放弃。我听不到鸟叫，无法享受美妙的音乐。我喜欢画画，画漂亮的东西，还喜欢吃，喜欢去海边一个人。我想陪你去海边。
秋天的到来，我们彼此之间一路陪伴，无论未来怎样，只要我们还有对方，还有承诺，那就够了。静已经收拾好心情，我对他很有信心，他一定会拾回他的梦。真美。我说的是你。那广告代言很漂亮，好羡慕他能上广告。有一天，你也会成为上面的主角。不知道，我很迷茫，也很害怕，害怕别人看我的目光。知道吗？你很漂亮，也很上进。你一定要相信自己，我会陪在你身边。看的是不是上次我们电影来的那个女的？她上电视了。那她是个明星哎！没想到。出名现在这个时候不适合出现这样的报道，会影响你。来，过来过来来来来来，没人去，把灯调一下，把灯亮起来。啊，亮了亮了。小心点啊。好这个感觉怎么样？你们看怎么样？嗯，真不错。我们爱过就好。
天黑了，你睡在左边，你决定了，却还在哽咽。如果你也会难过，为何坚持要离开？天亮了，心里在左边，路过了你喜欢的街，不想让你知道我比你还难熬。相信吗？我相信了，我是爱你的，分开后才会知道我深爱的你啊。哦，亲爱的，我放心不下，别再担心我，是你的牵挂，但都知道也回不去。原谅，我怕爱到最深的地方，我不可原谅。陪在你身边，可是我要离开了，这是我的决定。我知道你会难过，更希望你过得好，虽然我很想你。这是最近的计划表，现在进的档期很满，一般的案子要把它推掉。这是粉丝送给你的。这次这设计方案还是不错的，你看他的这边的规划很高，直观一点。